上午给一个客户帮忙看看这个电视的语音功能，岁数大了吧，好像想听听歌，图个省事儿，用这个他是索尼的电视，里边带个遥控器带语音，然后想通过说话，然后说那个歌曲的名字，然后听到歌，然后不知道为啥搜出来的都是默认都是 QQ 语音，而且搜出来的话，有的听能听，有的不能听，而且是大部分能不能听。它提示什么网络链接错误，网络连接失败。后来一开始一看，它没有手机，那个电视没有连 WiFi。后来把 WiFi 给它连上了以后，还是老毛病，鼓捣了一上午也搞不着到底是咋回事。哎呀！给我钱我也没有，我还没给他敲成要啥钱，哎，就这就当帮忙吧，没事。这几天天挺暖和，但是看天气预报，过几天这温度又开始直线下滑了，天又要变冷了，今天的风有点大，接着吧，回公司了。